圣荷西台湾同乡联谊会即将在12月31号除夕夜于 Milpitas 的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举办一年一度的跨年晚会。圣荷西台湾同乡联谊会是以时时关心台湾、处处服务同乡为宗旨，将近34年来一直为侨胞朋友们服务，所以呢，跨年晚会是我们的重头戏。我们热烈的欢迎所有的侨胞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共度2018年12月31号，然后一起跨年倒数，共迎2019年的到来。这一次的活动，我们有精美的晚餐，我们会把10道菜放在桌上，大家共享，还有提供红酒，还有饮料。然后接着我们有很多的表演，非常精彩，由湾区很著名的风中之雨房老师的舞蹈室，以及许多多才多艺的歌友以及舞团一起来表演，让我们大家呢能够欣赏这些精彩的舞蹈。接着我们就是有卡拉 OK， 大家一起来欢唱。我们的费用是很便宜，我们不愿意加重大家的负担，所以我们将近10年来我们都没有涨过价，25元。相信你可以有吃有喝，我们还有蛋糕以及各式的点心，相信大家是非常的经济实惠。除了各项节目以外，晚会当中也将举办会长交接仪式，现任会长吴文一将交棒给现任的副会长周义珍。周义珍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心血加入联谊会，共同服务台湾侨胞，时时关心台湾，处处为我们的同乡服务，这样子。然后希望能够多办点活动，然后多拉一点新会员进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会员就是有点老化的现象，所以我们需要年轻一点的新会员进来加入我们。